我把给我扔进去，点了他血牙。是。雷翠婷，今天把于成龙和雷翠婷一起灭了，弟兄们。
老爷，您这是要写多少啊？写多少？罗城全县各村各站，都得贴一份儿。广西柳州之罗城，偏处山隅，九万大山纵贯南北。然数十年来，地方无主，强邻弱，众暴寡，无一净土，皆因谢匪当道，恶霸横行。 致使百姓无家可归，流离失所，生灵涂炭。如今罗城县衙屹立，必将剿灭罢匪，让百姓居有定所，耕者有其田。本府愿与罗城百姓一道共治，给罗城一片平和安定。写得好，实实在在，一针见血。周先生过奖了。 胡大人，于大人有何吩咐？谢德昌虽然逃跑了，但是他的古风岭让雷翠亭一把火烧掉，所以是该把流离失所的乡民们召回来的时候了。于大人所言极是，这罗城多年来几无宁日，也是时候让百姓们回归家园，安居乐业。要让乡民们回归家园，安居乐业。
就得发布告示通宵乡里，这告示已经写好了，怎么才能发布到每村每寨？大人，这真是个不小的难题呀！小妹。 翠亭自缚前来，请于大人责罚。本官近日正想请你到县衙来，你为何不请自缚而来？这是为何？翠亭之前与大人有约在先，等剿灭谢德昌一伙之后，再问翠亭夺取官服官印之罪。你我虽然曾有约定，但是你翠亭已经将功赎罪，我余成龙如何还能？ 再兴惩罚，公是公，过是过。虽然官服官印是从谢德昌手中抢得，但也理当治罪。嗯，这话有理。将功赎罪，也不能乱了律令。既然雷大侠和于大人曾有剿灭谢德昌的约定，那么此约定尚未过时。周先生，此话怎讲？ 请问胡大人，我们是否将山大王谢德昌捉拿归案了？暂且没有。既然没有把他捉拿归案，那么雷大侠和于大人的约定就应当有效。玉林、景阳，给雷翠亭松绑。于大人，我绑着，我来解。好。 快快请起。雷翠亭先谢过于大人，请于大人放心，我会尽快把谢德昌抓捕归案，到时再请于大人问我的罪。剿灭谢德昌，这帮乱匪，你也功不可没。眼下谢德昌虽然在逃，但本县发誓，一定要将他抓捕归案。现在罗城县衙急需用人。 如果你愿意，本官即刻招你为罗城县衙的捕头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于大人，翠亭这么多年浪迹江湖，劫富济贫，都是因为谢德昌一伙栽赃陷害，横行乡里，欺压百姓，以致罗城生灵涂炭，百姓无处安身。大人如今在罗城剿匪抚民。 雷捕头，在。本官要到各村各寨，去招抚流民回乡务农。抓捕谢德昌的要务，就交付你。雷翠亭绝不辜负大人的重托和信赖。好，快快请起。 成龙这厢有礼了。我今天来啊，是请大家回家的。这些年，谢德昌等贼匪横行猖獗，残害百姓，让你们有家不能归，有地不能耕。
整个罗城县衙杳无人烟，荒草遍地。你们其中有年已古稀的老人，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，哪个不希望回归家园？哪个又不希望自食其力？哪个不希望过上安宁的日子？徐大人呐，可那谢德昌一日不除，我们就不敢下山呀。是呀，就是就是啊，那谢德昌要再回的话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是吧？乡亲们，你们不必担忧。谢德昌本人虽然逃脱了，但是他的古风铃已经让雷翠亭把他烧掉了。谢德昌的人马也让我们彻底剿灭了，他永远不敢再回到罗城来祸害老百姓了。救命！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罗城县衙不是我于成龙个人开的，那是朝廷的县衙，是专为老百姓办差断案，专为老百姓做主的衙门。现在我们罗城县衙已经开始步入正常的秩序，我于成龙向你们保证，只要你们回到家园，我一定让你们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。哎呦，真的吗？这是罗城县衙今天向罗城乡民们发布的告示，你们可以回家了。起来，快起来！